国际上要紧，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。即马双方为着休战，还有释放人质的协议，目前是已经进入第三天。哈马斯甲十七个人放出来，其中包括十四个以色列的人，还有头一个美国人。以色列嘛甲三十九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。即届哈马斯是头一届讲会用释放更加侪人质的方式来延长停火协议。那针对这点，以色列是持开放的态度。这台巴士自以色列奥佛加格未使去约旦河西化，在里里拉美岸，哈马斯放十七个人质，以色列放三十九位巴勒斯坦犯人。哈马斯放出来人质，有一挂直接交予以色列，另外一挂自埃及离开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讲，名单内面有九个年纪在里十七岁以下的囡仔，另外有三个泰国人被放出来。哈马斯讲，为了要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努力，有放一位俄罗斯的人质。伊的身份是俄罗斯的以色列籍的公民，也是第一个被放出来男性的人质。即天纳坦雅胡也去加沙，甲军方的将领士兵见面，也听干部。二七八日要进行第四遍人质交换，也是停火协议上尾工。以美国、埃及加卡达带头的国际调停，正想要延长这份协议。哈马斯第一遍讲，会用放更加侪人质换延长停火协议，以色列态度也正开放。But I get a sense that all the players in the region, even the neighbors who aren't and have been directly involved now.We're looking for a way to end this so the hostages are all released and Hamas is completely, how can I say it, no longer in control of any portion of Gaza. 在第三天的人质交换，四个美国的查某囡仔艾丹已经被放出来。美国确定伊是第一位被放出来美国籍人质。总统拜登讲，伊的国家纳坦雅胡通电话，希望停火时间会当阁延长，让国家侪人质会当登记做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